睇片之前记得订阅鱼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专登飞过嚟台湾，咁就拍摄呢个 MV， 同埋今次真系参与嘅团队系有好多人，系有100个舞者，系100个舞者同我一起去拍摄呢一个 MV， 咁所以都算系我自己制作史上面其中一个好大嘅制作啦。咁大家去睇下，有因为呢个地方好大啊，咁有。咁有100个舞者啊，系非常之正能量一只歌啦，系讲紧一个人，点样喺一个最痛苦嘅低谷里面可以绽放出真系令人好惊叹嘅力量啦，相信自己，相信梦想，以后以至到喺一个废墟当中可以寻找翻一个新嘅力量。爆發一股哇好大好大嘅力量！咁今次呢隻歌比較特別少少，除咗我 Sammy 之外咧，我亦都揾咗一股新嘅力量同我一齊合唱呢隻歌。咁 featuring 嘅部分咧，我哋有 Jeffrey。哟，今日要好有嗰啲 rap feel。係啦，咁因為呢隻歌咧需要一個和聲嘅部分啦，咁我就揾咗 Jeffrey， 咁 Jeffrey 都開展緊佢自己歌唱事業啦，咁我覺得呢個係幾特別嘅一個合作嚟嘅。多謝 Sammy 前輩嘅欣賞。咁其實今次真係同 Sammy 前輩合作咧，係一個好感恩嘅事情。即係點解咁感恩呢？因為係唔知點解。即係我覺得望落去 Sammy 前輩個樣咧，係有種熟悉嘅感覺。其實舊年已經開始揾你，好早喎。不過我哋一路呢隻歌，因為大家都忙咧，咁就延至今年先至去做到呢隻歌。其實舊年已經接給你，咁多謝你好快都應承咗。唔係多謝你嘅邀請，好期待啊！咁所以就大家你講話我好熟悉喎，頭先講係啊，有種熟悉嘅感覺，唔知點解喎，即係冇嗰種恐懼感，係即係正常見到前輩係有種恐懼感，因為我後生。係啊，啱啊，因為 Sammy 前輩就真係同我年紀差唔多，所以就即係大家傾得好埋啊，可以。好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就繼續拍攝啦。咁啊，首先俾啲力量你哋聽下先。好，俾我啲力量。昨日就同100個舞者、100個 dancers 一起拍到夜晚，拍到凌晨5点钟啊！咁今日就去到呢個夢想虛擬攝影棚，去到呢個夢想虛擬攝影棚。咁今日咧，你就睇到一個好大、好大、好大嘅一個虛擬嘅畫面啦。咁其實呢個畫面咧就可以隨時將我哋送到去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嘅。咁呢一刻我可能係一個宮殿，咁但係下一秒可能就已經去咗第二個地方。咁所以而家拍攝 MV 咧，成個畫面同埋風格就可以變得好豐富，同埋簡單咗好多嘅。咁其實都唔係好簡單，因為拍呢 MV 都用咗2日嘅時間。